请王鹤棣。有请两位为王鹤棣颁奖。好，我们也邀请三位一起来合影留念。来，我们现场再次响起热情的掌声，祝贺王鹤棣。谢谢，谢谢冯导，谢谢杜淳，谢谢。接下来我们请王鹤棣来发表感言。首先要感谢文荣奖给我的这个认可，然后也要感谢我之前的每一部作品一起共同并肩作战的每一位小伙伴，因为我的成长是离不开这些身边的小伙伴和我一起的共同的进退。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奖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因为在演艺的道路上我还是一个非常新的新人，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未来也会激励自己，鞭策自己，在自己的本职工作的道路上踏踏实实好好演戏。然后另外现在最近也在横店拍摄《大风打更人》，然后希望也能在横店这块中国的影视圣地上能创造出更多的好的作品、好的角色、好的故事。谢谢。祝贺，再次祝贺王鹤棣能够在横店耕耘，也在横店收获。当然大家也期待着你的电影作品能够早日和大家见面，对吗？好的。好，我们相约大银幕见。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王鹤棣。